喺战国时代，中国已经有万里长城。不过喺公元一百几年咧，喺古罗马亦都有一个皇帝咧修筑咗万里长城咯。呢一条长城咧就唔系喺欧洲，而喺英国苏格兰同埋英格兰嘅边界。呢条长城咧当时系为咗咧系定义罗马帝国嘅版图，同埋咧系抗御北方蛮族嘅入侵。谂住令到罗马帝国啊系固若金汤，但系今日咧罗马已经消亡咗，剩翻呢一道古罗马嘅长城咧，见证住罗马光辉嘅文明。1987年，联合国将呢条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相对于另一个联合国唔承认嘅所谓世界新七大奇迹嘅万里长城，无论规模、高度、长度。呢一条不过系条短城嚟嘅啫，啲城墙墙壁最阔只系得3米，全长只系得120公里。不过而家欣赏呢啲世界遗产系唔可以一味斗长嘅，仲要睇附近嘅人民环境质素。起码喺呢一度城墙下边冇人开脚底按摩店，咁就够啦。中国嘅暴君秦始皇建筑万里长城咧，就动用成千上万嘅奴隶，而且咧做到佢哋死为止。但罗马人起呢啲旧城墙咧，就用士兵。士兵原来唔净止识得打仗，而且仲系好好嘅工程师同埋工匠，佢哋拥有专业技能。每日咧就同佢哋咧将呢啲石头一嚿嚿咁样堆搭起上嚟。咁啊，点样样出粮咧？有特别嘅人工。呢个人工唔系出钱，就系出盐啦。所以英文 salary 呢个字其实系来源自 salt 盐。呢啲石头。点样一嚿嚿咁重堆起嘅咧？一个好聪明嘅办法就系咧，全部都做一个窿，喺个窿之间咧，用一条金属嘅长条咧穿起佢，然后一嚿就一齐托起啦。呢个办法你话聪唔聪明咧？罗马帝国一度啊，系对于征兵系非常之严格，系唔准啊国内嘅男人结婚，连订咗婚咧都一度咧系要取消。公元三世纪，罗马就出咗个暴君叫做克罗地奥斯 （Claudius）， 佢咧就下令唔准啊国内嘅男子结婚。后来有一个修士叫做华伦泰，佢对于呢项暴政睇唔过眼，就偷偷地喺啲地下嗰处就为嗰啲青年男女主持婚礼。公元270年，华伦泰咧系被暴君发现，结果咧就将佢拘捕，然后喺个地牢里面咧杀死咗。呢一日系2月14日，就系情人节嘅由来啦。挖掘古罗马遗迹，成日都发现笋嘢，除咗定情信物嘅戒指，仲有好多铁做嘅工具，有打仗用嘅武器添。挖掘工作日以继夜，仲未完成。而家仲有好多遗迹都喺住家民房里面。如果揸把铲系咁去拍门，话俾人哋听屋企后花园下面可能有啲古董想挖掘下，人哋就会将你当系祈福党啦。嚟到英国，随时都可以咧参加一个考古遗迹嘅发掘工作。周围咧呢啲咧都系考古学家，同埋咧一啲考古学嘅学生。呢嗱新鲜滚热辣，啱啱咧就掘到一个公元大约122年嘅古罗马铜币。撥开上面嗰啲泥土咧，都依稀见得到咧，铜币上面呢个有胡须嘅罗马皇帝嘅铜像喺处。当然咧，一有发现就唔可以暗中落格，全部咧都要缴交俾国家，由英国政府统一保管嘅。我都想袋落袋啊！呢度咧就系呢个古罗马军营村所附属嘅一个大浴室啊。喺大约2000年前咧，呢度一片蒸汽翻腾，流水潺潺。嗰啲罗马兵喺公余之后 happy hour， 大家就喺呢度光脱脱，冲翻个凉，大家倾下偈咁样样。呢种浴室咧，好讲究嗰种悠闲嘅品味，同而家九龙旺角嗰种咧，就喺本质上有好大嘅唔同，绝无色情成分，而且仲系男性发生亲密关系嘅地方。喺呢处除咗大家冲下凉、擦下背之外，仲有一种好特别嘅服务。原来咧。可以喺呢度咧去拔除嗰啲格勒底毛啊，因为罗马人咧系讲究美观，佢哋觉得啲格勒底毛好肉酸，于是咧
喺呢處就有呢種服務。喺掹毛嘅時候咧，嗰、那個顧客就會發出一種叫聲，哎呀，哎呀咁樣，哇！喺痛苦之中，好似又溝埋少少快感。咁其他人行過浴室出面聽到咁嘅聲咧，就會好 happy 啦，就會決定咧走入嚟，大家一齊齊齊玩咯。古罗马人一早就分开浴室同埋厕所，仲发明埋水厕添，可以讲系相当之文明。不过令人有啲唔明嘅就系，点解啲罗马人去大解嘅时候都系大开中门，你望我，我望你，好似大陆农村嘅公厕咁？唔通咁样会去得畅快啲？近排工作顺唔顺利，通唔通呢？就真系要踎喺度研究下啦。呢一大片呢，就是公元大约100多年一个罗马军官的私人官邸了。里面有厅有房，还有私家浴室。现在发掘出来的石头是比起万里长城所用的材料更加坚固。不过当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慢慢崩溃没落之后，他们留下的这些石头就被后来的英国居民搬了拿来起屋了。所以到现在远处周围很多民居说不定他们的后花园都残留低好多呢啲嘅遗物喎，要一一发掘咧，就要进入佢哋嘅后栏，然后咧话俾佢哋听，呢啲系属于国家嘅财物啦。中国嘅万里长城正在气势磅磅，不过蚀底在咧断到一橛橛，而且咧杂草丛生，好多嘅砖头啊都仲俾啲农民拆晒落嚟起猪圈喎。嗱，英国呢度长城咧就矮咁啲，同埋短咗少少。抵挡千军万马的入侵似乎冇不可能，而家攞嚟做马匹的越野跨栏比赛就比较适合。不过呢度长城咧，望落去嗰啲砖石咧就冇人手多多，刮到鬼五马六，而且咧连绵80多英里，虽然短，但系同城嘅自然生态混为一体，闻到一片野外嘅草香都相当之舒服嘅。在路边树立一个咁巨型的天使，咁就变咗个旅游景点咯。每一日咧，总共有90000架车经过，一眼就见得到喺纽卡素河对面呢个叫基赤嘅地区呢个著名嘅地标咯。呢个天使叫做 Angel of the North 北地天使，不过另一个角度嚟睇，好似唔系几利时，似一架倒插嘅珍宝客机，高20米，双翼阔54米。仲大过架波音757767嘅机翼，仲重成200吨添。望落去有乜感觉，就你自己谂啦。呢一集嘅细说名城到呢度，亦都到咗尾声咯。仲有冇机会同各位细说世界各地嘅风光呢？咁就睇下公司嘅 budget 同埋缘分啦。拜拜。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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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And when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Let it be, let it be. Yeah,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